件事情都有既定的规律，其实偶然概率也有必然的意义。夜有缘全情，风会穿梭来去，世人从不知情，有梦如影随形。世上所有事情都存在神的旨意，其实微小概率也是巨大的奇迹。我和你要怎样的时机才可以在期待中相遇？这一刻的心情，若凝结成言语，将为你倾